搞炸！早安，睡过头了，天啊！不是睡过头，最好笑的是，还是我家人说：“阿里不是7点都在开台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7点了。”这样子，哇，哎，哎呦，等一下哦。没有，最好像是我有设闹钟，我闹钟那时候我都设6:40，有20分钟缓冲嘛。可就是20分钟知道可以缓冲，又跑回去躺。然后我想说，我记得我设闹钟有响，然后起来看了一下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印象是，怎么6:20。那就实际上应该是7:20，我想说6:20哦，还有四十那个40分钟可以再躺，然后跑回去躺，然后被挖起来，哦，真的是老了啦。云。感谢秀恰小，感谢海豚20颗星星，感谢秀10颗星星。等等，王国之战吗？今天礼拜四呢？不要每次说下午好不好？上次也是礼拜二在那边讲阿米狗。好累哦。啊，没有啦，今天是刚开张地图，是因为我要测试这些东西。这个我知道了嘛。然后烟熏卤是屠夫嘛，制图台、自建台。然后主要是要看那个东西能刷什么好东西，我就来决定用这个。大家不会看得到吗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然后这样安全一点吧，我看一下。我操！少了床啦，傻眼！一二三，然后怎么可能？不行，少了床。
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样，那给个小蜡烛。好了，最近都被你骂，你又不是最近被我骂，你又不是只有最近被我骂，请问我这样也不对吗？哦，白痴哦，有职业了、哦，啊！小孩，哦，那就对了，那我要换这个，你要就滚呐，不要干扰我。我看一下，还可以换什么？很累啊，超累的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好，开始问安喽。我要把哈欠团圆给你们，小雨安安，李亮安安，绿茶牛奶安安，郭云奇安安，廖文斌安安，莫依安安，张文子安安，阿贝安安，庄韩文安安，史蒂芬安安，陈彤彤安安，小林安安，猪猪安安，默默哎、欸，对，默默安安，秀安安，DAWNLYNX 安安，小马安安。BINGRUREULUNN 海豚安安 TIONGTYNN 何为硕吗？安安还是几呀、啊？静安安一个吉一个叶怎么念呢、啊？空余安安没。文真安安，不是叫什么？梅真，罗方怡安安，杰云安安。我的声音变小了，太累了啦！我不是感觉睡不饱，醒来就一直在开台。醒来，要么就开台，要么就剪片。我爸的声音。我发现繁星好像记错人，我没有留言，因为你看我乱叫就把你调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我刚叫错人啊，刚把那个谁。林子龙，对、哦，我叫错人了。抱歉，刚睡醒。要许哦，叫错人还把你调出来啊！好啦，默默安安跟林子龙安安。OK， 起来，我要看你卖什么。哎、欸，我还没看呢、欸，起来。你再不起来，我就让你死哦！有没有很恐怖的发言啊？
咻！碳绿宝石。一直在刷什么时候开台啊？抱歉，然后刚刚看我的 Discord， 我们家那个秀，估计是睡过头了吧？对啦，我睡过头了啦，我现在在流眼泪啦，打哈欠打到流眼泪，天哪，我怎么了？好，换自建台。起来！我记得这个是红石，对，讲台啊，这个我做过了。起来！哎，酿造的，腐肉红石啊，可以盖神怪塔热。好啦，差不多这样子了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啊，继续我们的，怎么多一只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。不是说啊，不是说那个吗？村民会侦测附近有没有铁巨人吗？啊，怎么？啊，那个给姐姐啊？哈？怎么会这样？好啦，我爱播歌了，没有音乐真的会让人家睡觉。然后还播那睡眠曲有没有？这两个是我那时候播给我们家小子女听的歌，那那个是播给我家小子女听的歌啊。那时候买了那个很大的那个电视，那时候它可以连网路，然后就找这个，然后在那边睡觉。反正应该是不会剪精华啦，所以可以用这个。这啥？好了，这样至少不会睡了。来吧，我在想把自己围起来，再来。这就是蔡扎的那个啊，蔡扎影片常出现的歌。我真的也是找半天，找来找去，最后也还是喜欢听这个。啊，没火把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缺啊？
我刚刚想说啊，这个随便乱种，有没有？天啊！我突然觉得我好穷哦。然后做这个，省钱。哎，其实我很纳闷啊。漏斗可不可以接在那个萤火上啊？我在纳闷这件事情。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好，不行，漏斗，难得你辜负了我一次。当时漏斗一出，我真的还蛮喜欢漏斗的。那反正就是红石有几样东西，我们就蛮喜欢的。一个漏斗，然后再來是侦测器跟比较器，观察者跟比较器。僵尸之后，大家等僵尸啊！不是有僵尸之后，斗内不用。只是我需要暖机一下，现在真的好想睡哦。你斗了会比较不会去。你抖了，我也比较不会清醒啊。你抖了之后，我还是继续打哈欠啊，没有用啊。乔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凯西安安，啊，我知道为什么这边不会生铁巨人呢？左边那三个还没有职业。应该先让他没有职业，然后把他们关在一个小圈圈里面，然后晚上有怪的话，他们就会生铁巨人了。不是，应该说他们有几率聊天聊到铁巨人，不一定要有怪。有僵尸的话，只是会加快他们，就是要吓他们，还是会生铁巨人，只是说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会出而已。哇！我醒了，我吓醒了，我吓醒了，干！干嘞！不是啊，总有一只
他怎么出来的？哦，走这里。哦，气死欸。我没有叫他、没有叫他啦。一二，看啥啦？个屁哦！一二，哪来那么多啊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感谢帮十颗星星，感谢杰云两百颗星星，感谢秀五十颗星星。哎、欸，我刚很努力在钓鱼，那突然给我突然出现，一下就北七耶呢？制甲师，制甲师，为什么两个制甲师？高。匠、渔夫、武器，不是我原本的那个嘞，那叫什么？啊，锻造台啦，还没有做。神魔晚上好，怎么？好，生母，拜拜。那气死！武器制甲，他总共有两个制甲。跟你讲，再没有线的话，我就要去杀猫了、欸。猫是天然的那个哎、欸，掉线的那个材料哎、欸。箭台我会啊，我有做啊，只是村民好像没有。吃到那个，哎、欸，没钓竿啦！我会做，只是他没有吃到。支箭台在这啊，这个啊，肯定会有支箭台啊，也不是啊。石匠啊，渔夫啊，哦，在这里啊。哎、欸，你那么烂哦、喔！
哦，这个木棒，木棒，你好棒。耶、yeah! ！有这个就方便多了、啊。我那么多火把哦，哎、欸，我是不能刚睡醒就做这些事情啊！天哪、啊，我做了什么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刚是要围村民的木棒都弄光了。没事啦，因为我觉得轻松生存顶多是剪小短剧啦，不啦，我现在这个生存顶多剪小短剧，不会剪那个啦，不会剪成精华啦，因为一个人生存没什么精华可以剪，除非刚刚像刚刚那种铁巨人那样子，对吧？我想教主说今天一个人，就我一个人这边啊。
问一下，渔夫没有线啊？几个渔夫？一个吗？好像就你耶，剩你了是不是？鳕鱼桶，哇！你看又升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所以如果真的要盖铁巨人塔，我要把它往上挪20个，不然它侦测到下面的铁巨人不会就不会升了。对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搞不好真的有了，他应该走得出去啦。你看 1.2 格，他逛一逛可能会走出去。啊，不是说半径20格以内不会有铁巨人？我搞错了什么吗？